方才交代的，不好，你们现下就去做吧。是，成功令。哎，仔细点。来，啊，那点。灯笼摆得正些。哎呀，是。 如今又是正旦了，你还不想回家？皇后是不知道，如今我府上是热闹得很，齐家阿姊、青姨、堂子都生了娃，我若是回去，怕是没有我的位置可以坐，我就留在长秋宫陪着皇后，不好吗？ 皇后，今日是正旦，跟往年一样。 还是得许愿。那我便许愿，你能得遇良人。 在我有生之年，能瞧见你嫁人生子，我一辈子不嫁人不行吗？我自请幽居长秋宫，一晃就是5年了，你也陪了我5年，还未想通吗？ 想通了，只是不能原谅。我与他有缘无分，已经别过了，便再无可能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！我本想求圣上将子胜召回，毕竟5年过去了，他在西北实在太苦。 回来了，不过就是嫁人生子罢了，与谁不能？为何偏要是他？但我想，你嫁心爱之人，而非随便他人，对于心死之人来说，倒也毫无区别。 那我就愿我死后，你的余生能够长长久久，有人陪伴。皇后莫要说不吉利的话，就挂起来吧。是。 皇后，少商就陪在你身边，一辈子的照顾你，不好吗？傻孩子，不管你如何想过你的余生，我都支持你。你想走的路，都是顶好的。只是，或许是我贪心，总盼着你能圆满些，再圆满些。 我也能够更加安心。如今，连小五都嫁了，我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你了。你看，这雪下得多大呀！
玄皇后今日身体如何呀？听说不太好。孙医官说：“快则越愈，幸而能挨到春日。” 朕安医生不容易啊。原本朕与阿衡想去探望，可是他不愿意见我们。圣上啊，那你就带朕多陪陪他，啊。月皇后每月都送来吃食，还派医官为皇后诊治，皇后都领情。皇后还请求圣上。 为他移宫，将长秋宫还给越皇后。皇后还说，按道理，他应该随东海王属地，子承东海太后。都5年了，阿紫怎么还未忘却此事？你回去与他回禀，就说是我说的。移来移去，麻烦得很。我这人认准了一个地方。 就不爱挪窝，永乐宫住习惯了，懒得动。还有，称呼也不必改了，她永远都是宣皇后。我这人也向来不爱那些虚名，若是再提及此事。 便是存心令我不痛快，懂吗？臣女代宣皇后，谢月皇后。 5年了，你足不出宫门，咱们也就能在此处相遇说话。善见以为少商君要在长秋宫养老呢。分明是你，总等在此处，我是看不过去，才来与你说说话的。 有何不同？红尘男女，无非你等我，我等你，总有等不到的，也有等得来的。就是不知少商君，是我等得到的，还是等不到的。 多谢你这些年陪着我，幽居在此，也就只能见见你这个人了。 长秋宫宫女不是人吗？那翟傲也不是人吗？少商，宣皇后盼你有归宿，你作何打算？宣皇后身体每况愈下，年终前必然盼你成婚。然而可成婚者众。 能令宣皇后相信，且安心者少，不如宣我。你我家世匹配，你要密续，我要择夫，不如咱俩凑合，演出戏，宣皇后也好安心。 若真着急择父，纪大人为你建的那几门亲事，你为何一门都不答应？袁善见。
我知你心意，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少商，你可知为何这些年来你锁定亲事都不成？因为你目光短视。你看，善剑的双亲任我生长，你想要自由，这都城中谁能自由过我？你我分明最合适，你怎知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我天生娘胎里就自带三分凉薄，可成为病友，亦可成为盟友，且因利益一致，彼此信任，也绝不会互相拆台。我会比某些人更尊重自己，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地，所以我比他更适合你。陛下先坐会儿，您就是脖子伸得再长，子胜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呀。该不会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就不该让老三去接。一刻钟前不是才差人回禀刚进了都城吗？从城门骑马进皇宫也得好一会儿。你当子胜真长翅膀了还能飞回来？陛下，陛下。陛下来了，来了，霍将军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快呀，快去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子胜，
自身祸不疑，参见陛下。哎，子生，快起来，让朕好好看看你。嗯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5年了。 哈哈哈哈，嗯，你倒是顶大方啊！最得力的，都留在都城，少商5年都没出过宫，要你护着，倒是你自己，这身边，哼，留个没用的，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不要命了？ 你说，你家少主公是怎么受伤的？5年前那次，是万将军遭立地余孽刺杀，少主公轻骑去救，不料那些人都是死士，手法诡异，咱们人少示弱，少主公才受了伤。怎么是你去救啊？朕不是让袁善坚的父亲领命去的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少主公也不说。 没隔2年，少主公又再次犯险，这一次是去蜀中剿匪，程送程将军中埋伏，是少主公暗中劫杀贼。够了，难怪了。朕就说，怎么上一次程送凯旋，一直不见他来领功？哦，原来啊，是有人在暗中做了英雄哦。 臣只是不想看到同袍受困，石原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。哎，你做这些，少商可知道啊？哎，你不会还指望着少商因为此事就宽宥你，与你复合不成？臣做错了事，不敢指望少商原谅。 他本就不喜欢我操控他的人生，若他知晓我做了这些，他只会更生厌。此事确实是臣私心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你真的无旁的心思？没有。 如今啊，朕让老三去督办渡田令一事，你回来了，那就辅佐他一起推行此令吧。此事关系国本，功在千秋，切不可轻忽啊。臣遵旨。今日呢，是少商5年以来头一次出宫。 与袁善见一起啊，去拜见父母。不日，他们即将要定亲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俩呀，就是各走各路了。袁侍郎为人沉稳，心智有度，程娘子。 程娘子嫁他，也算是终生有靠了。那你呢？你这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呀？
就连对你姑母一直死心塌地的崔佑都说了，宁愿空着原配夫人的位置纳谏。朕呐，是看着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心中不忍呐。父皇莫要为子臣担心，儿臣可听说了，在西北军营子慎受伤的时候，那洛娘子可是天天在身边照顾着。据说洛娘子如今说话性情和以前大不相同，逢人便说既然已回都城，择日便要与子慎完婚。太子殿下，我与洛娘子毫无瓜葛，更无成婚可能。阿妃在，待我们回府后立即给洛娘子送去嫁妆，助她昭雪。哼，你这干系撇得可真够利索的啊。少主，你真的不再去见程思娘子了？待我重修完霍氏坟茔与祠堂，我会祭告祖先，不再娶妻生子。我死生别无他求。少主公，你这分明是没想通啊。
生。重伤而已。马镫调好了，程娘子日后骑马还需当心。多谢霍将军，我也不是曾经的陈少生，如今就算没有马镫，一样能骑马。多谢霍将军关照无负，不过到此为止吧。霍不疑，你不说话我也知你心中所想，从得知你归来那日起，我便知你不会放手。我知在他心中我比不上你，但少商脾性我了解，便是他还念着你，也未必会选你。自打小五远嫁，东海王就藩，长秋宫很久没有这般热闹过了。是啊，鸡头阿紫，既然回了都城，那便就多待几日，也好被皇后说说话。阿紫可以尝尝我酿的米酒，还有桌上这些盘菜都是用来佐酒的，皇后最喜欢了。乔家长娘子忙的，不必这般招呼我。我也是长秋宫自己人。程娘子这几年可是将长秋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这菜色好，果酒美，可见我走这五年你在长秋宫学到不少。鸡头阿紫走了太久，怕是有些忘记了。五年前阿紫未嫁西北之时，皇后的寿宴也是我来操持的，并非是阿紫走了之后我才开始学的。是啊，还是妹妹命好，不似我苦命人。先夫病重那阵，我没日没夜伺候，免不了闲言闲语说我等着改嫁。为着这句话，我硬是在先夫亡故后又服侍贾家君舅君姑数年，支撑得很是艰难。贾家儿郎早亡，你洛家得贾家庇佑多年，侍奉舅姑也是本分，谈何辛苦一说。鸡头阿紫，人总要向前看的。阿紫往后的日子里定是会好事连连。你说的对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，这句话子胜也同我说过。虽为人严苛，可待我甚是宽容，只允许我一人进出他的营帐，端酒送饭。你也知道，他忙起来是不吃不喝的，我甚是心疼。后来，他不许我再进他营帐，想来是怕我太过操劳，免我辛苦。
你既与子晨这般要好，想必一定下婚约了。他还未对我提及，但我总觉得不远。这次得到圣上诏书，说宣皇后病了，他立即奉命回都城，走得很急，连我都不曾带上。我总想，或许。 他是想在都城向我求亲。看来是皇后病得不是时候。当我阿姊好事了。不不不，我并非这个意思。我当然知道你并非是这个意思。皇后当年还在后位之时，不止庇佑过你们骆家一次，大恩在前，你又怎会埋怨皇后耽误了你的好事呢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又岂非禽兽之心？ 我知晓程娘子不喜欢我与子晟在一起，只是我们情投意合，情难自已。再说，你们已经退婚，如今他就算娶我，也算正当。毕竟儿郎在外征战，身边没有夫人帮忙照料，如何顾全自己？ 你也不希望他此生不能安好，对吧？我呀，也是为难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他。洛娘子，宫门锁了，便不好出了。你刚回都城，应当先归家看看，莫要在长秋宫耽搁时间嘛。皇后。 从前我也是住在长秋宫服侍的，如今多年未回了，竟然一刻也不让多待吗？洛娘子，赶紧回去看看吧。方才洛娘子家中差人来送信，说是霍将军送了两车嫁妆到洛家。 还有一面巨大铜镜，又特意嘱咐洛家长辈为洛娘子物色一个好婆家，此等大事，洛娘子怎能不在呢？铜镜，一面镜子，看来霍将军。 与姬通阿姊，果真还是情投意合，又是送嫁妆，又是送铜镜。这城中之人，还有谁敢说你们情不同，意不合？少主公，听闻昨夜洛娘子被她的父母兄弟从家中赶了出来。 他们洛氏在宣室麾下当差多年，本想借着东宫储君发达，谁知前太子被废，宣皇后自请废囚。他们就想着借女儿再攀上少主公这根高枝。这次少主公送她嫁妆，责令她招婿，恐怕洛娘子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哎。 少主公，这霍将军，家父对妾说。 将军送了面铜镜和几箱嫁妆给妾，说会帮妾在西北招郎婿上门。妾惶恐，不知自身犯下何错，还请将军收回成命。我以为你是聪明人，而聪明人要懂得适可而止。在西北，我曾与将军相伴，将军难道都忘了吗？相伴。 我曾与另一女子相伴过，一道用饭，一道说笑吵闹。
耳鬓厮磨，那才叫相伴。在西北之时，我把你撵出军营，你住在军营之外，伺机溜进军营为我浆洗衣物，你我连面都不曾见过。我返回都城之时，你尾随大军兼程赶回，我连话都未曾与你说过。 我问你，何来相伴？是，霍将军对妾无意，但妾认为水滴石穿，你总会改变的。你看，三年前你连营帐都不让我进，如今，你看我的脸色都好些了，为何你就是不承认呢？够了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都城中。 人人皆知我即将驾驭霍将军，若是被他们知晓，你不肯娶我，我还怎么做人呢？看在我自幼仰慕你的份上，还请纳了我吧。做妾也行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 你若现在回去，我可再加2车嫁妆。你若再纠缠不休，我便命人即刻送你回西北。霍将军，将军何必逼人太甚？我只是喜欢你，难道我也有错吗？那假妻郎又有何错？ 是你杀了他吧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血口喷人。西北人人都说，贾七郎娶了天底下最贤惠的女娘，可我却知道真相。贾七郎的弱症，虽是娘胎里带来的，但还不至于在20岁就要了他的命。是你谋害了他。 至于是用什么方法，还用我再说吗？是不是因为程少生，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他，所以才拒绝我？ 即便没有陈少商。